我退场。你多剪掉，最好了。对啦，要多剪啦。昨天浪一浪，我就被打爆了，重感冒。戴玲姐，你等一下跟阿昌。好，好好。稍微等一下。好好。他说他们下一场。其实下一场知道了。就是两场操作就对了。我会尽量帮你们做，帮我们做。谢谢谢谢。你真的要帮我？张云香，张云香来了。
月也都比较忙，然后最近是会跟他们，对不对？又在工作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就是说，对，其实我内裤顶多就是偶尔加，偶尔加一点。内裤练球很多，可是现在也比较不大。哦，因为想说，因为要看很多人都在约内裤，我想说我们可能。
然后我们要等到下一周我们再看他。应该知道怎么去，因为在他们那个领口十八块钱，所以那个实在是。
买了一个。